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鱼阅读。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曹无伤偷偷的向项羽告密，说刘邦啊欲望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项羽大怒啊，决定发兵攻打刘邦。刘邦啊，只有十万军队，项羽有四十万，实力悬殊。可以说啊，刘邦眼看就要完蛋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刘邦一生中。 最大的福星出现了，这个人啊，就是项伯。项伯为什么是刘邦一生中最大的福星呢？我们花几分钟来简单了解一下项伯。要讲项伯，咱们必须讲另一个人，就是张良啊。张良是五世相韩，就是说五代都是韩国的宰相。韩国啊，最早被秦国歼灭，张良就发誓报仇。他刺杀过秦始皇，但是计划失败了。 而且自己呢被全国通缉达一个月之久，最后啊也没被抓着。那么张良跑到哪里去了呢？就是下邳，也就是现在江苏省睢宁县附近。当时在下邳啊聚集了很多被通缉的人。说通俗一点，下邳这个地方啊盛产反贼。和张良一起在下邳避难的就有这个项伯，《史记·留侯世家说》说张良在下邳的时候啊。 为任侠，就是为人啊，非常侠义。项伯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哎，杀了人，就跑去下邳。张良呢，于是就把他藏匿起来。因此啊，项伯就认为张良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两人关系极好。因此，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项伯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要把张良给他从刘邦军中给带走，救他一命。 以作报恩。我们来读一下原文：楚佐尹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事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迟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，曰：“吾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啊。” 我们讲一下这段文字啊。首先，楚佐尹，这是楚国的一个官职，官位不小，大体啊相当于副宰相。那么，这个项伯是什么时候当上楚佐尹这个官的呢？根据《高祖功臣年表》的记载、啊，这个项伯应该是项梁时代就被封为佐尹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楚佐尹呐，应该是跟随楚怀王芈辛的。有人猜测啊。 他可能是项梁安插在楚怀王身边的眼线。后来呢，楚怀王夺取了项羽的兵权，项氏家族和楚怀王之间的矛盾迅速被激化。项伯呢，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回到了项羽身边，一起参加了巨鹿之战，并且一同进入关中。因此啊，所谓的左尹应该是没有实权的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。 项伯的名字啊非常奇怪。你想，他是项羽的继父，也就是叔父，说明他的年龄啊比项羽的爸爸要小。但是啊，他的名字叫伯，伯仲叔季怎么知道是古代的排行啊？伯应该是老大呀，所以他不应该是项羽的叔父啊，应该是项羽的伯父才对啊。这个非常奇怪。著名的学者陈直提出了自己的解释。 他说啊，伯指的是在同一个父亲所生的孩子中，他是老大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就叫项伯。但是啊，同一个爷爷的兄弟中，哎，他就不是老大。在这个排行中呢，他还没有项羽的爸爸年纪大，排行啊比较靠后，所以叫叔父。这也可以进一步推断出一个结论：这个项伯肯定不是项羽的亲叔叔。根据《高祖功臣年表》。 这个项伯的名字呢叫禅，因此啊，我们应该叫他项禅，伯呢是他的字啊。这些情况搞清楚，我们继续看原文说，肃善刘侯张良，就是说向来和张良关系非常好。这个项伯啊，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救命恩人因为刘邦而被歼灭，于是啊，夜驰支配公军。什么叫夜驰呢？驰就是骑马。 飞奔，这叫驰，就是说他夜晚骑着马飞似的赶到刘邦的营寨。项伯啊，骑马狂奔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一事，就是说把项羽的各种攻打刘邦的计划，详详细细的告知了张良。项伯的意思呢，是想私下救张良，无从拒死也，不要跟着刘邦一起死。他呀，最早的目的。 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出卖项羽，他只不过想救张良，如此而已呀、啊。但是这个张良实在是太了解项伯了，这两个人一直待在下邳，张良更是潜伏下邳十年之久啊。所谓日久见人心，张良早就把这个项伯的性格给摸透了。何况张良可是西汉开国的三杰之一啊，智商。 是何等的高啊！他一眼就可以看穿项伯。项伯这个人太讲义气了，而且把个人的义气置于集团的利益之上。张良说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呀、啊。”意思是韩王让我护送沛公，我是有保护沛公的责任呢，你项伯给我通风报信，说明。 你很讲义气，但是啊，我也要讲义气啊，所以我也必须要去救沛公啊。你看，项伯讲义气，张良就用义气去告诉他我必须救刘邦的道理，多么投项伯之所好啊！但是事实如何呢？张良说的是真话吗？哎，不是。事实上，当时的情况是刘邦让韩王守着城池。 自己呢？要求张良跟着自己，张良却说：“是韩王成把自己托付给刘邦。”哎，完全跟弄的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让项伯意识到张良也是个讲义气的人。整段话都围绕一个“义”字展开。你项伯因为义气要救我，我因为义气要救刘邦。你看张良说的话多么切中要害啊！ 这就好比做公司，你要去招人。如果你想招一个有情怀、有理想的人啊，你当然要去谈情怀和理想啊，顺便咱们再谈点利益。但是如果你是要招那些没有情怀的人，就是出卖劳动力的，那么要主谈利益，少谈甚至不谈理想。这个也叫投其所好。说白了，要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呀。 可怜的项伯啊，本来仅仅就是为了报恩，动机啊很单纯，是那种很傻很天真的人啊。但后来呢，不仅泄露了军事秘密，把自己的侄子也给出卖了。如果说项羽阵中哪一个人不断的帮助刘邦，那这个人肯定是以项伯莫属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项伯之所以被利用啊，是因为。 他太想做一个好人了，他讲义气，他懂感恩。当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啊，处处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。但是这种低层次的善良，只能被别人利用啊。因为有的时候立场比所谓的善良要重要的多。《论语》中有一个词儿叫“相怨”，指的就是那种人人都喜欢的人。 孔子说：“相怨，得之贼也。”意思就是，让人人都喜欢的人，其实是没有道德的，是得之贼也。如果你有立场，那么肯定是有一些人喜欢你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不喜欢你，甚至痛恨你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做的人人都喜欢，这说明他肯定是个伪君子啊。因此，表面上十足的好人呐、啊，有的时候。 最害人。